螃蟹主播咔嚓咔嚓抽任务。今天秀秀来到台中，是传说中的美女管理员秋萍姐吗？你好，秋萍姐，哇，从台北下来。腰哎，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我们里面有很多美食。好，走go。那接下来我去带你去，来喝我们今年荣获四星的饮料名单。哦，四星隐藏有多好？还有隐藏版哦，还有隐藏版，隐藏版这一摊吗？对。嘿，老板 ，Hello， 是老板对不对？对。老板怎么称呼？我叫小五。帅气的小五，我们请小五哥出来好吗？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们家饮料这么的热门？因为我们的饮料都是真材实料，而且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跟一般的外面喝到的会稍微不太一样。仙草甘茶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仙草富含了它富含了天然的植物胶，那你要把那个胶熬出来，它就得长时间的去熬煮，所以是有经过真功夫火候，对不对？是的。听说你们绿豆沙喝起来喉咙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不会沙沙的，而且它就算融化了以后，它绿豆沙跟水不会分开啊，会合在一起，融在一起，它不会说分离。来，这是我们的仙草甘茶，超级甘甜呢，真的很甘甜，喝起来哇，整个突然非常舒服。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听说不会让这个喉咙不会沙沙的绿豆沙？是的，又有饮料了，哇，今天真的超有口福的绿豆沙。哇，在一起让喉咙不会沙沙的绿豆沙，赶快来试试看。这个整个我刚刚喝进去就是那种绿豆的香甜味，然后整个在我口里面跳舞的那种感觉。哦，听说老板还有一个隐藏版本的绿豆沙，再去加我们的仙草甘茶。哦，就是我第一杯、第二杯两个加起来的概念，对不对？目前对没有人这样去做过。哦。对，所以是全台首创独家的，这个是把仙草甘，然后加上绿豆沙。是的，是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一般那个绿豆沙都会加牛奶，喝完之后，它嘴巴里面的感觉是浑厚的，可是加绿豆沙加仙草甘茶，喝起来它喉咙这个后韵这个地方是清爽的，好舒服哦！现在喉咙超舒服，而且是清甜，你知道吗？不是那种很黏腻，但是是非常饱满，但是又清甜的感觉。接下来带你去韩国吃烤肉。韩国？一秒到韩国吗？对。夜市里头吃到最道地的韩国烤肉，因为我们肉好像是有特别腌制过的，吃起来就会很香，而且好像还有年糕，对不对？对，韩国传统，我们卖是韩国传统的年糕，最传统的方式做的。对，他们每年过年在做在吃的就是这种年糕。哇，好香哦！最道地的韩国年糕。哦，我先吃了，不客气喽，不要说我没请你哦，来。好 Q 啊！对，韩国年糕是超嫩、超弹的年糕，而且辣辣的，这个辣辣带点甜。对，甜辣甜辣。老板，这秘密在哪里？对，他们下来台湾，然后我们就跟他学加盟的，这是很道地的韩国口味。然后是不是还有烤肉？还是烤肉卷？哦，烤肉卷，烤肉卷是这样的。来一份烤肉卷，试试看。哦，这个是什么？来给烤肉卷。听说你们有秘诀在里头哦，对不对？什么秘诀？就是我们用饼皮烤过，然后加生菜跟泡菜跟烤肉卷起来的。因为烤肉哈有特别腌制过的，吃起来很香很嫩。然后我们不加沙拉，不加美奶滋，吃起来清爽不油腻。它的青菜很脆。对对对。青菜非常脆，然后它的饼皮非常的 Q 弹，而且呢，它里头的内馅非常的饱满，一口咬下去超级满足。谢谢。接下来我带你去吃荣获热火名摊连续四年四星级的热火名摊了，它的水饺都是在冷气房里面包的，赶快去吃吃看传说中的冷气房包的水饺，多好吃，走。听说你们的水饺都是冷气房里面做的，不会流汗，没有啦，特别的香，特别的 Q， 特别弹，对不对？对，都是在冷气房里面包的。一天可能卖出几盒啊？水饺的一个晚上400盒吧，300盒、400盒。哦，这么热销，成绩很好呢，一个晚上300-400盒呢，还可以，谢谢你。哎呦，哇塞，
很 Q 啊，哎，皮很 Q 的呀。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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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我用四个非常，因为它真的非常的软，内馅跟皮感觉是化在一起的。对，好好吃哦，难怪卖三四百盒这么多。哎，刚吃完了暖气房八道水饺，超好吃。然后现在带你去吃，来喝饮料，新鲜水果切的、现煮的、现熬的饮料，新鲜现切现煮的饮料。好，这个请你喝。谢谢老板。哇，现熬现煮现切，老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熬煮的秘密在哪里？我们熬煮的秘密就是当天用新鲜大颗的金钻凤梨，然后现切现煮，当天现煮的，不是用隔夜的。我刚喝下去，超级新鲜的凤梨味，满满的，这样哇，扑鼻而来。因为它这个一锅要熬煮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对。这个是刚八锅轮着，对，哇，难怪这么好喝，谢谢老板，谢谢，真的很好喝哎，哎，这是老板娘对不对？美丽的老板娘，听说你们摊位哇也获得星等对不对？对，我们在2013年有获得乐活评比四颗星。对，然后我们四星，对，我们大庆夜市也有，就是每周三跟每周六，所以、对，所以你们也可以去尝鲜看看。什么？大庆夜市也有？好，那我们就去大庆夜市继续吃吃喝喝去吧。耶，逛完上夜市又到下街。帅哥蔡主任来带我去吃个饭吗？大家好，你好，你好。先带你去，我们今天有参加那个三摊乐活平台的三星。我们主持人来了，我们那个环西一野豆乳鸡哦，它的豆乳鸡，它的鸡是炸起来都是很脆酥，对，然后吃起来也没有香，说很油。传说中又酥又脆又香的一黄金豆乳鸡，哇！我刚刚看人排的好长，我都看不到尾巴哎，为什么这么多人啊？哦，因为他们今天都知道美女主持人过来，所以特别专程在那边等美女主持人过来。没有，是你们的太香，没有太香了。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可以透露一下吗？这个好吃的秘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集市永福宫的现宰鸡传过来的，我每天都有现宰鸡零售。我们在腌料部分呢，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没有任何的添加，任何化学的商品，吃起来这么的香醇，这个味道很浓，但是呢不会有那种就是感觉化学的那种味道调味在里面，很棒哎，超好吃，难怪那么多人。Hello， 再来带来我们那个第二摊肉夹馍，有获得三星，但是这个肉夹馍是从我们大陆陕西那边过来的，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老板出来介绍一下。老板，看看老板正在很忙碌的在切碎这个肉末。老板，你哪里人啊？我是天津人。所以这些手艺是从大陆那边真的学过来，然后在这边最道地完全原汁原味带过来的吗？对，没错。哇哦，多好，热腾腾的鸡做好了，谢谢老板。老板，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做这么好吃秘诀在哪里？最好的新香料都是从大陆来，肉也是台湾最好的台湾猪肉。面粉也是最好的面粉。尤其是。手艺是完全传承，最主要的就是手工做的。Hello， 再来介绍第三摊露水五坛在地的台湾茶。Hello， 美丽老板娘，你们最招牌的饮料是哪一个？金萱茶，它是我们用台湾的高山茶，那是无糖，无糖的金萱是很多人点，喝起来是比较清香，不会苦涩。那最近的话，因为是冬天，冬天的话，很多客人都会喝乌龙奶，它的茶香、奶香都很重。一样是选用台湾的高山茶，那我们用的是统一的鲜奶，都是纯台湾在地的食材，对不对？都是台湾的高山茶叶。欢迎好了，耶！哇，哎，老板娘，透露一下你们。秘诀在哪里？我们都是选用台湾的高山茶，都是台湾的茶叶，我们在地的商品。那像鲜奶啊，这些也都是用选用台湾的品牌。老板，我要当收据。好，台中公务姐的收据哦。有，我们也有配合。好，祝你中奖哦。耶、yeah, ，谢谢老板娘。
赶快去登录抽奖去耶、yeah! 只要是有加入2023台中购物节合作店家所开立的免用统一发票收据，或是台中的夜市摊贩集中区公有零售市场所开立的台中购物节专属收据，大家都可以用台中通缉购物节 APP 的扫描登录功能，先用相机扫描店家市场夜市的专属 QR code， 再将消费日期还有金额输入，就能够完成登录咯。耶、yeah! 来夜市吃了这么多，玩了这么多，当然记得一定要来参加台中购物节的抽奖活动，好康奖项这么多，没有错。而且告诉大家，为了鼓励呢，小型的摊商都可以来参加。这一次呢，台中市政府特别推出了所谓的收据专属抽，每天呢抽出3000元200组，而且如果呢你的金额它还会累计5倍，要送给你。最后要温馨提醒大家哦，记得把收据收好好，否则如果你抽中了大奖，结果哇收据飞了没找到，要哭哭了，要捶心肝了。而且活动只到12月26号为止哦，行动要快，赶快跟着秀秀一起来安排一趟台中的美食之旅吧 ，Go！